Where am I? Hello. Jeju 奶茶。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咻！咻！我摸个。韩国男团 2PM 的成员玉泽演出演韩剧《打架八鬼神》，黑道律师文森佐等都受到不少人喜爱。而2019年曾来台担任观光大使的他，近日再度来台出席时尚活动，更拍摄《泽映台湾2023 Vlog》，长达8分钟影片记录在台湾的走跳行程，吃遍各式美味小吃。有趣的是，每当影片一转场，玉泽演都会配上自己的音效，私下搞笑的模样让粉丝看到不一样的欧巴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珍珠奶茶。哇哇哇！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太美了，太美了。Where am I?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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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去吧都蛮耐哦快登